咁正如嗰位新移民大媽講噶嘛，佢哋係真愛嚟噶嘛。咁既然係真愛嘅話，咁咪交由時間做證明咯。正所謂患難見真情，當阿可伯佢身無分文，而你又繼續對佢不離不棄嘅時候，咁我咪相信你哋係真愛咯。OK。大哥嘅著，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咁最近細佬我咧就走咗去箍牙，咁所以一條嘅影片咧，可能我講嘅説話都唔係話咁正嘅，將一件事報上去東莊正屌。不過算啦，反正本身講嘢都唔係咁正噶啦，係咪啊？咁總之希望大家就多多體諒啦 ，OK？ 咁好啦，咁今日想講嘅就係，咁香港最近就發生咗一個嘅傳承熱話，咁就係早幾日東張西望有一集咧，咁就報道講到話香港有一位76歲嘅阿伯，咁佢就叫做可伯，咁就無啦啦就同咗一位年輕過佢30歲嘅一個新移民大媽結婚啊！咁而且嗰位大媽仲打算問阿可伯拎100萬出去做生意，咁所以最後就搞到可伯嘅嗰啲仔女咧都一致认为一个嘅新移民大妈根本就系过嚟呃钱，咁而后嚟可伯嘅仔女咧更加系将即系佢哋同阿可伯嘅嗰个联名户口啊入边嗰450万拎晒出嚟，就费事俾一个新移民大妈呃走晒佢啊！咁正正为一件事咧，咁可伯就同嗰位大妈就选择报咗一件事俾阿东张西望，就希望能够透过一个嘅平台可以争取翻佢应有嘅嗰一嚿钱，咁同时亦都系向大家讲到话自己系有几咁。咁惨啊，几咁可怜咁样嘅，咁但系自从一个嘅节目播出之后咧，绝大部分嘅网民都系一致咁样爆闹嗰位新移民大妈啊！咁根据网上消息人士嘅爆料啊，咁就讲到话一位大妈近日就已经系静鸡鸡咁样走翻上去中国大陆嗰一度避风头啊！系啦，你翻嚟先啦。仲翻嚟？我而家着紧草，你知唔知啊？咁好啦，咁由于一件事实在太有趣啦，咁所以我亦都系特登走上 YouTube 嗰度睇翻一段嘅原片，就打算睇下究竟一件事系点样咧。啱啱知，但系唔睇又知我，一睇咧就真系觉得一位新移民大妈系好有问题啊！咁所以今日咁我打算简单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一件事，同埋打算同大家去讲下究竟我又发现到有啲乜嘢嘅问题啦？点解我会话一位新移民大妈系好扑街嘅咧？喂，咁好啦，咁喺一条片开始之前咧，如果你中意条片嘅，俾我 like、share、comment、subscribe 我 channel， 又或者可以加入我嘅会员频道支持我噶。如果你想了解多啲，亦不妨可以 follow 我嘅 Facebook， 又或者 IG。咁好啦，事不宜迟，我哋而家即刻开始。咁首先根据东张西望嘅报道咧，咁就讲述香港有一位阿伯，咁佢就叫做可伯啦。咁佢喺街市嗰一度咧就识咗一位新移民嘅大妈，咁而喺佢哋识咗一个月之后咧，就话要即刻结婚。咁其后阿可伯咧就送咗大约价值30几万嘅珠宝首饰，就例如系钻戒啊、名表啊，就俾一位新移民嘅大妈作为结婚礼物。咁而可伯佢咧本身系有5个嘅仔女嘅，亦都为一件事咧就搞到佢哋嘅关系破裂。咁因为嗰5个仔女啊都认为一位新移民大妈根本就系过嚟呃钱，所以先同佢老豆结婚。咁约到之后，重点嚟啦。咁正如我一开始所讲啦，就系嗰位新移民大妈咧，本来就打算向阿可伯就话想拎100万出嚟做生意。咁因为一个450万咧系做紧定期，而系要去到今年6月先做完。咁所以佢哋如果依家贸然咁样拎咗100万出嚟嘅话咧，系需要俾成11万利息噶。咁正正因为咁咧，最后佢哋就决定唔拎一嚿钱出嚟，然后嗰位大妈就叫阿可伯开一个嘅个人户口，咁啊等一嚿钱去到6月啦，做完定期之后咧，就即刻转去佢嘅个人户口嗰度。喺呢个时间性啱啱好啊，每一个细节我都计算埋啊。咁之但系事隔一段时间之后，可伯嗰个女居然系拎走晒嗰450万出嚟。喂，唔系啊嘛？点解啊？你哥哥，抹开你只手啦！咩都系咁啊！即刻搞到阿可伯同埋嗰位大妈就嬲到扑街啦，然之后咧就将呢一件事报上去东张西望嗰度，就希望能够帮佢哋争取公道，甚至系不断批评阿可伯仔女嘅一种咁自私嘅行为。咁之但系好遗憾嘅就系一个嘅举动，不但止冇帮助到一位新移民大妈争取佢嘅公道，反而系令到一大班嘅网民不断去谴责佢一种咁嘅行为，甚至乎连东张西望佢哋自己啊，都特别为佢制作咗一段嘅影片去讽刺佢添啊！我自在天地，凭名气，凭灵气，凭傻气，凭什么？
咗喺網上面亦都發現有一啲嘅網民就真係好犀利啦，咁就觀察到呢一位新移民大媽嘅打扮，咁就分析佢呢一身嘅打扮究竟價值幾多錢啦。咁如果就係計嗰啲珠寶首飾嘅話咧，其實最起碼都差唔多成368,200元啊！咩話？300,000？我谂住30,000至50,000嘅啫喎，冇咁老嘈，饮杯茶先。咁而且喺网上面亦都有人分享到，话有一啲嘅街坊爆料啊，就系一位新移民大妈咧，依家就走翻上去中国大陆嗰度避难，而且佢仲同人哋呻话俾东张西望抹黑啊。咁其后亦都系被爆出更加多嘅背景资料啦。咁就话佢其实就已经系结咗3次婚，第一次嘅时候就喺中国大陆嗰度结婚，而且仲要生咗个仔，到之后啦就离婚，再喺香港揾咗个水鱼啊，结第二次婚，拎咗个身份证。到今次同阿可伯结婚咧，就系第三次嘅结婚嚟噶。咁虽然一啲咁嘅资料咧就好难 fact check 到啦，咁我哋都系当笑话睇就算啦。咁但系单凭佢因为呢一件事，令到全香港嘅人都爆闹佢一样嘢啊！喂，你就知道佢有几咁犀利啦！哇，真系，我真系要俾掌声你，犀利！首先第一我想讲的就是，咁细佬我为咗去了解一件事咧，亦都反反复复咁样睇咗嗰一段原片大约5到6次。咁当我睇一睇嘅时候，咁我就发现原来呢一段嘅影片啊，就已经系暴露咗有一啲嘅嘢，令到我更加确认嗰位嘅新移民大妈系好有机心噶。咁首先第一点啦，就系可能东张西望嘅报道交代得唔清楚啦，因为我喺网上面就见到有好多人都好似搞错晒咁样，即系好多人都以为啊，嗰位新移民大妈系结咗婚先向阿可伯拎个100,000出嚟做生意。咁但系如果你有细心留意一段嘅影片嘅话咧，咁你系可以发现，咁根据东张西望一条原片啊，咁当中就显示，其实阿可伯同埋一位大妈咧，系喺2024年嘅3月中先结婚。咁但系去到后嚟，当画面一转，咁其实大家都可以见到，佢哋系喺2月19日嘅时候就已经系打算拎过100万啦。亦即系话，一位大妈其实早喺结婚之前就已经系叫阿可伯俾100万佢出去做生意。咁最毛骨悚然嘅就系、是，就正我刚才所讲，咁佢哋去拎100万嘅时候，咁就发现嗰450万嘅存款系做紧定期，需要等到6月先可以拎出嚟啊嘛。会唔会有一种嘅可能就系、是，当一位新移民大妈跟阿可伯拎100万嘅时候，咁佢就无意中发现，原来佢系仲有成450万做紧定期，而一个嘅定期6月就可以拎到出嚟啦。咁所以先急急脚话要同佢结婚啦。咁第二点啦，就系本来嗰位大妈同埋阿可伯咧，就想拎100万出嚟噶嘛。咁约到后嚟，系因为可伯有一个嘅女就突然将入边嗰450万所有钱转走晒佢，咁睇翻一段嘅访问咧，咁其实你都可以发现嗰位大妈讲嘅说话系好有问题噶。咁首先最简单啦，联名户口系分为单签同埋双签，咁如果佢有一个女系能够自己拎晒啲钱出嚟嘅话咧，咁即系单签啦。咁再加上咧就系，咁你哋本身啊都自己走去银行嗰度拎过100万出嚟，又冇叫嗰一个女一齐去噶，咁亦即系话本身你哋就已经知道可以用单签嚟到去拎咗100万出嚟噶啦，又双签啲乜春嘢啊？咁最离奇嘅就系、是，明明你哋就只系唔想俾嗰11万嘅利息，所以先唔想提早拎嗰嚿钱出嚟。啊，咁之但系就呢个时候，嗰位大妈就突然无啦啦加把嘴，跟住讲咗一句：你仲要叫你女嚟签名噶喎？叫你女嚟签名噶喎？咁如果一个嘅联名户口本身系单签嘅话，咁我想问银行职员又有咩可能会讲得出一番咁嘅说话？咁最搞笑嘅就是，隔咗10秒都冇啊！咁一位新移民大妈咧，突然无啦啦又讲到话，嗰个银行职员同佢讲啊，就话过咗几个月，你哋可以自己过嚟攞翻噶啦。等到完定期，你就自己可以攞啦，自己可以攞啦。你搞到我好乱啦！咁你一句说话，咪真系证明咗一个嘅联名户口系单签咯，而你哋系知道噶啦。如果唔系，你哋又点可以自己去拎啊？咁所以即系点解我话一位新移民大妈系咁有机心呢？就系、是、因为佢依家系特登咁样加咗一句说话，就试图将一件事扭曲成为，喂，明明银行职员都叫我哋吓、啊、叫埋阿可伯嗰个女过嚟一齐签名先可以拎到嚿钱、啊，咁即系双签啦。啊，咁但系点解依家嗰个女系可以自己赚走晒啲钱嘅？喂，再利用呢一件事将自己打造成为受害者嚟到去博取大家嘅同情啊嘛。咁所以你话一啲人系有惊扑街先得噶。咁仲有第三点啦，咁就係喺访问可伯嘅期间呢，咁一位新移民大妈就突然插口讲咗一句：几十岁有时候走咗佢成绩一度。似你呢，豆，你冇讲
承繼噶，唔係佢繼承啊嘛。用詞用口啲好唔好？唔好，得啦得啦。喂，咁佢哋個仔女同阿可伯又有血緣關係，萬一可伯真係走咗嘅話，咁佢哋繼承可伯嘅遺產都係好合情合理啫。即係點解要糾正呢一點咧？我其實冇必要嘅喎，即係點解要改做處理呢兩隻字啊？咁又嚟都繼續睇一條影片嘅時候咧，咁我就發現一位新移民大媽咧，原來佢曾經就對嗰個可伯講啊，你同佢講。法庭見啦，法庭見啦，咁樣。咁當我聽到一度嘅時候咧，嗱成件事就諗通曬啦。即係點解佢講説話要講到咁小心呢？就係因為佢係已經預示到將來啊，如果真係要上庭嘅時候，咁佢都可以同個官講，就係話可伯佢之前就只係講話俾個女處理，而唔係繼承啊。咁最後到底係邊一個繼承呢？咪就係嗰個大媽咯。咁所以單單從呢幾點啊，就已經可以見到一位新移民大媽佢係幾有機心、幾撚恐怖先得噶。阿爸你见点啊爸？阿爸你见点啊爸？我信佢过，佢唔会贪我钱嘅。阿爸你去死啊爸！乜你咁讲啊？咁第二，我想回应嘅就系、是、喺一件事上面，即系虽然喺网络上面就有好多人都喺度不断爆闹嗰一位新移民大妈啦。咁但系我亦都留意到有少部分嘅人啊，佢哋都提出咗嘅争议点，咁就讲到话，咁其实如果嚿钱系可伯嘅话咧，喂咁佢中意点用就点用噶啦，啲仔系冇权咁样转走人哋啲钱噶、啊。嗱，老实讲句，喺我拍呢一条片之前咧，我都系有思考过呢一个嘅问题。咁但系始终一家唔知一家事啦，即其实我哋今根本就唔知道佢嗰450万系点样嚟嘅，即系可能系佢哋一齐储嘅，亦都可能系阿可伯嘅亡妻之前遗留落嚟嘅，又或者系真系阿可伯自己辛辛苦苦赚翻嚟嘅。咁如果一嚿钱真系阿可伯佢嘅自己私己钱嘅话咧，嗱我就觉得某程度上你一种嘅讲法系啱嘅。咁因为嚿钱系佢噶嘛，佢中意点用咪点用咯，咪先。咁但系我又会觉得呢一件事，你话要讨论边一个啱边一个错，其实都系多交鱼嘅，因为点解？咁因为啊，咁可伯唔系你老豆就梗系咁讲啦。你试下讲话系你老豆，就算啲钱系佢啊，你都老脸抢佢翻嚟啦。咁一嚟站在道德嘅角度，咁当然唔想我老豆俾人呃啦。咁二嚟啦，就系站在既得利益者嘅角度啦。佢依家你系摆喺度明见到有人呃你老豆钱，而一啲咁嘅钱将来亦都系好有可能变成你嘅钱。咁亦即系话依家系有人想偷你未来嘅钱，大佬。喂，你依家仲喺度同我讲乜嘢对与错？你唔系啊嘛？即系就例如你出街无啦啦俾人打嘅时候，你会唔会喺度谂啊？究竟我还手会唔会伤害到佢啊？会唔会犯法咁捻样啊？唔会噶嘛。咁所以依家系因为嗰笔钱唔系你，所以你先讲得咁轻松啫。OK。我更何况去睇翻一段访问，睇一位大妈啊，穿金戴银喺镜头面前就炫耀到自己戴咗啲咩珠宝首饰啊、戴捞啊、名牌包包啊，即系正所谓见微知著。你睇佢个人本身系咁捻样啊，你就知佢嗰个虚荣心。咁咪有几重啦，即系好似我咁样，你有冇见到我拍片上镜嘅时候就戴金捞金链，又日日同你讲钱啦？冇啊嘛，咁点解呀？咁其实因为我真系冇钱 ，sorry。喂，点都好啦，即系如果你系可伯嘅仔女嘅话，即系见到个女人啊，哇大佬未同我老豆结婚就话要攞100万做生意，喂你惊唔惊先？俾你都会咁啦，咪呀？喂，哇，使唔使咁重手啊？抢钱啊，呢条死人妖！咁又最后第三啦，我想回应嘅就系、是，咁虽然喺一件事上面，咁啊可伯咧就当局者迷，咁之但系某程度上，我都几明点解佢系要咁嘅。咁因为如果你有接触过嗰一啲长者，你就知道，因为以前细佬我参加嗰啲唔知咩义工啊，去嗰啲长者服务中心搞活动嘅时候咧，都经常接触到嗰啲长者啊，即其实我就觉得佢哋真系即大多数啦，都系好孤独啦。好珍惜見到一啲義工啊，然之後就係咁捉住你，同你係咁傾偈，就講翻佢舊時嘅嗰一啲嘢，就分享佢仔女去邊一度發展啊，甚至乎係講佢另一半走咗點點點嘅。咁所以如果你問我點解可伯佢會咁容易俾一個新移民大媽欺騙咧，我先假設可伯嘅智力係一切正常先啦。咁而我就覺得啦，背後嘅原因係可能因為可伯佢覺得好孤獨，佢失去咗另一半，佢需要陪伴。咁再加上你要知道，即係如果單
睇阿可伯嗰張全家福咧，咁你都可以發現其實佢嘅嗰啲仔女啊，都已經係好大個。簡單啲嚟講啊，就即係話佢哋啲仔女，即係可能全部都係已經成家立室啊，有曬自己嘅仔女。咁而喺一個情況之下，咁會唔會係嗰五個嘅仔女都冇乜時間去陪佢屋企人，陪佢阿爸咧？一件事，我覺得最無奈嘅就係、是，咁的確嗰位新移民嘅大媽又真係可以咁啱彌補到阿可伯佢嗰一種空虛感，咁所以佢先咁容易俾佢埋身。即系老实讲句，如果你话我系可伯嘅嗰啲仔女嘅话咧，我会唔系咁，其实我都会转手晒嗰啲钱嘅。我顶你即系当我咁，只不过我听埋先。咁我每一个月咧，咁都会定期俾一嚿钱佢，就等佢可以维持自己日常生活。咁同时又唔会有咁多钱去俾人呃。咁正如嗰位新移民大妈讲噶嘛，佢哋系真爱嚟噶嘛。咁既然系真爱嘅话，咁咪交由时间做证明咯。正所谓患难见真情。当阿可伯佢身无分文，而你又继续对佢不离不弃嘅时候，咁我咪相信你哋系真爱咯。OK， 咁咁头波就喂，即其实依家可伯嘅仔女拎走晒啲钱出嚟啊，喂，某程度上系帮紧你哋噶，知唔知道啊？因为点解咧？咪就系因为喂大佬，最近香港政府先搞咗嗰个乜嘢公屋富户嘅审查，咁再加上根据网上嘅爆料又讲到话一位大妈咧本身又有公屋，咁所以你哋依家试谂下啦，喂，你哋有成450万，依家仲系上晒电。电视所有香港人都知道嘅，喂，我帮你拎出嚟都算唔话得啦，系咪啊？咁你话系咪要开班庆祝咧？啊，系咪啊？咁好啦，咁今日讲咗喺度先。嗱，一件事上面咧，咁我就睇翻嗰一条嘅原片啦。咁其实我都发现，即明明睇翻之前嘅相啊，都可以见到可伯同佢嗰五个嘅仔女咧，嗰个相处系几融洽嘅，佢哋嘅关系系几好嘅、哦。啊，咁之但系自从一位新移民大妈嘅出现，就即刻搞到吓人哋嗰个家庭关系破裂。咁而我已经想讲嘅就话、是，其实呢一件事喺香港，我觉得都只系冰山一角嚟嘅啫。即咁啱就只系一件事，俾东张西望。报咗出嚟咋？咁作为一位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啊，老实讲句，我由细到大几乎真系成日都听到有好多咩中国新移民，跟住嚟咗香港一度呃公屋、呃津贴，甚至系攞咗唔知佢老公嘅遗产，点点点。唉，咁所以有时我都真系谂唔明，点解香港嘅男人永远都系重重复复系咁不断犯埋晒一啲咁嘅错误噶啦？我点斗啦？咁我觉得一件事都唔能够全面咁样概括所有新移民嘅，我觉得十个入边八九个会咁样。仲有一个未必系嘅，我谂咁谂到最后啦，今次带到一件事又点睇咧？咁有兴趣观众亦不妨喺下边打分下啦。咁我谂多一句咧，如果中意条片嘅 like， 今日 subscribe 咗 ，subscribe 咗冇位嘅，够钟点下，再收埋抢先收睇，拜拜。哇，终于哇排唔起，好辛苦啊！黐线，用咗几耐啊？我已经用咗，哇，今次呢条片用咗成三个几钟拍喎。薯饼，哎呦，你冇嗰间饼啊？爸爸姑啊，见到啊，咦，爸爸姑啊，靓靓仔啊，嗯，阿条友就真系呀，喂，打爸爸未啊？嗯，食翻啖啦好冇？啊，你真系咁嘅样嘅？我真系呀。